陈芊芊成为花园的少城主，也更好控制。总之，少城主必须是陈芊芊。他既然不愿意努力，那咱们就给他一个结果吧。啊，是。开考。能不能提前交卷？不可。题难吗？你考得怎么样？这多简单啊！画得可好了，画得可好了。少城主着考武士，考教者共15名。单局优胜者记一分，初试取高分者2名进中试，胜者为武士魁首。陈芊芊、李怡兰，二位请。哎，公主你别怕呀，这么多年小女善战，战无不胜，胜券在握呀。握手言和行吗？刀剑无眼，人生无常，比武双方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二位请先签生死状。还签生死状？不是有没有这么认真啊？临阵退缩者败，扰乱秩序者败，调出擂台者败，敲休战锣者败。比试开始。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自己的人，再加上林七动的手脚，三公主稳了。三公主，我一下子我腿走不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陈芊芊记一分。三公主好身法，我竟没有料到。城主，小人听说是林七小姐买通了三公主的对手，没想到林七还真是个可靠的对手。